创造，活命在伊的内面，伊就是耶稣基督至圆的物件，道成肉体在咱中间。担当世间的罪恶，伊要救咱脱出咱的罪恶，伊为咱的过失受伤，为着咱的罪过受害，伊担当刑罚，咱得着平安；伊受逼迫，咱得着医好。
总是耶和华欢喜损害伊，将伊的话名为世间人做上罪的罪。啊，是你家的道理，贫穷的人看作戆。咱地球的人换做是上帝大欢迎。你爸说你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，我很需要对你来求分别。你有言话的话，我要去做一嘴啊。你就是上帝的圣者，你就是门，对你来入的免得着救，要出入也免得着牛草。你爸说你是好的牧者，你爸这的属你的，我也听你的声。你嘛是活命饼，就问你决断未了，信你的人眼见未吹啦。原在这个拢是你，天甲地未废无，你所讲的一切的话未无去。
决定别个并无拯救，因为伊天的无收束别个名伫人的中间，互咱踮伫伊会来得救。独独只有恁所踮伫十字架，上帝予伊对世人中搁活的耶稣基督，愿何乐、荣光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欢迎、快乐，归于咱的上帝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真多谢。